余生请多指教，这部剧是肖战《陈情令》之后的第一部现代戏，从官宣开始就获得了粉丝的大力支持，路透照更是每每都能引起关注。今天有网友曝光了一张肖战和杨紫的美好瞬间的照片，照片中只见肖战亲吻着杨紫的脸颊，连眼睛都丝毫没有离开过杨紫，杨紫则一脸娇羞地看着镜头。还在网上看到一张新的余生请多指教的结婚镜头的照片，照片中的杨紫身披白色婚纱，肖战亲密地侧身搂着杨紫，低头温柔深情地凝视着她。有网友表示，期待余生，期待杨紫。咪咕娱乐整理报道。